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班老师，欢迎各位大关家来关家吧。445的绝活牛仔又遇到了团长。阵容方面的话，杂技、守墓、邮差、牛仔。这套阵容前期抓邮差是最香的了。啊，抓邮差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不说了，好吧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要不然团长把我拉黑了。我们抛开啊，不讲别的，就比如说不讲这个局啊，就如果有一套阵容呢，它是这样子的：杂技、守墓、邮差加牛仔啊，不是这局啊，不讲的不是这局，就这套阵容啊。比如你路人局当中排到这样一套阵容，哎，然后高分段的，那么有一个速闪遇到了，然后上来刚好啊遇到杂技啊，不是这一局啊，然后哎上来打一刀，那我觉得这种开局呢，这个速闪赢面还是蛮大的啊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讲的就是其他的案例啊，不是针对这一场。然后我们算一下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速闪能够在1分钟左右击到这个邮差，哎，那他的一个赢面，我觉得高达87.33%啊。要是这个时候呢，正好还挂过去干扰到了，对吧？救人位的密码机。但我觉得其实这没必要啊，你把人先挂上不好吗？这波打这是新打法吧？我之前感觉他那个打法，我觉得当时他是打得有点上头，原来不是，他只是在研究自己的新打法，就是一个用那个他的一个三崩坏啊，三崩坏，那我算是懂了。之前我以为他打上头了，原来不是啊，原来不是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打法，三崩坏，对吧？三崩坏去消耗，纯消耗，然后开门战一波兜底啊，应该这样一个思路吧。守墓人这边两根铲子都已经交了，这边一刀差一点点，这有插眼，有那个崩坏，我刚才这油才摸了半天，摸了67%，你敢信？然后那边有眼的，这守墓人还不敢过去，守墓人过去了，对吧？自己都要没，再开吸魂过来，摸了99%，那只能被迫自己了呀，要不然被挂上了。守墓人这边位置盘到了，好的，过来刚好到脸上面，摇个零，那油差就要自起。哦，这个打法，不太推荐，好吧？这个打法不太推荐我们普通观众使用啊。他对于这个控场的要求太高太高了。这边再补个眼，放血流。哎，这边有机会能追一刀，然后手里还有个摇铃，有丢伞封住，然后摇铃收伞打一刀。哎，这边直接丢伞吧，直接丢伞。蓄力刀，这个距离，开吸魂拉一波，开吸魂拉一波，4秒钟球差不多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翻，看一下，牛仔一波勾，哎呦，这波勾勾的可以啊。那邮差这边抢机子，其实，看交几个字起吧，现在差一台机子，啊，差一台机子，这里蓄力刀扭过去，这边球直接跳，我们可以看到487还是很有经验的，知道这个速闪对吧？因为这个距离的话呢，如果你不跳这颗球，它隔着地形，你看不到它有没有起蓄力刀。你很容易吃这一刀的，但去刀扭过来很远的。开吸魂，好的，追一刀。守墓人的自起留着，那先抓守墓呀，对吧？现在我不挂人，哎呦，没打到，这边点位上面没有交互点，一刀还是能带，带完以后补个眼吧。这三崩坏配插眼，这起来要好久的。那边开始补状态，这边追牛仔，慢慢打。这个局要比我们之前看那个局，它的一个赢面要大得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局的机子不够。那次那把的话，追前锋，我当时是没有理解，因为第一次看他打这个打法嘛。但那个时候的局面是机子差的不多啊，没有那么多。现在的话差一台新机，团长这边压住的话，而且这边三台机子其实离得不是特别远啊，一个中场，一个小房，一个一号机小推。我觉得他赢面很大很大，赢面很大很大，就不挂啊，纯不挂，然后就消耗你们自己，消耗到自己以后就我之前讲到，就是这种局就面对这种速闪，就是你交自己就等于上挂飞一样的，
然后开门将的时候击倒了你没自己，对吧？然后我丢个眼，你队友来摸我，这还是个张狂。你交过自己以后一时半会儿摸不起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回来找你。不过还好第一点就是现在只交掉一个自己，但这守墓人流血倒地时间有点久。这个打法呢，我觉得是如果说在比赛当中是可行的，排位当中的话呢风险有点高啊，没那么稳定。比赛当中的话就是什么呢，一定要追四抓，我觉得这个打法是蛮有四抓的面的啊。但排位当中打的话呢，一来操作压力有点大，容错率有点低，二来花的时间有点多，就是你看要上分的话，这边是守墓人叫自己，然后摸起了牛仔机子已经差的不多了，这边是过来补眼两个吧，一个这边是过来找，这两个人都是叫自己的，怎么说先找守墓人找牛仔，找牛仔，牛仔这边压住左右左来左右左右左右还是右左右啊，这边再补一个眼挂了吗，他应该是签到中场，他应该是签到中间什么的，这时候要挂了两个自己，他觉得两个自己够了，然后这边击倒守墓人，守墓人叫自己的骗一刀没能成，机子的话砸击压，然后邮差这边来救人，两个自己，那再管机子吧，这边也只能再管机子了，这边砸击明显看到就是对吧，就开黑队友爆点，那老早已经拉开了你还想丢我，一面我觉得监管者大一点，监管者大一点，然后平局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小的，这个局平局的可能性也不小的，就看谁绷不住啊，谁绷不住，这个其实很考验双方的一个韧性的，很考验双方的一个韧性的，就穷者路人局的穷者，比如两个黑的那种路人局穷者特别容易被这种局，但这四个人的话呢相对来讲职业选手啊，就跳回来了，那这边好像要倒的话是个地下室啊，倒个地下室可以，外面的话只能是让谁来救呢，只能是让牛仔来救了，牛仔是没有交自己的，要不然其他人来救，两个人都是交自己的，机子已经压好了，这边地下室牛仔来救吧，应该是牛仔来救，守墓人来救吗，守墓人再来救有薄命，但这守墓人交自己，他用吸魂待会儿来封，这边守墓人白板有香水，落地刀香水顶，好，开吸魂，不开吸魂吗，开吸魂拦住，好，够了，应该差不多，刚好够的话一刀先打人救不下呀，救不了，贴边待会儿再打，倒地密码机亮，还行能救下来有薄命，但是可以追到守墓人，追到守墓人，守墓人交自己，哎呀刚刚没有留意到我们过半蓄力刀打谁都可以，再丢伞压守墓人，那边是贴门的，看他怎么说，先要挂，这边应该是补一个眼，他这边应该是补一个眼，杂技是交自己的，那边门已经开了80%了吧，开了、这个打的还是容错率太低了，过来一看门已经开了，那把这两人先赶走然后再去找人，杂技这边有眼啊，这边应该是有眼压住的，然后就算杂技交自己开门也不是特别行，守墓人这边交自己的击倒守墓人，待会儿看守墓人能不能流血流死，杂技跳地窖，我觉得杂技开门这个事情顶着一个眼杂技开门，你跟我说开，那这是时间上面是吧，27再加一个眼，哇，30-40秒去了，这个门就别开了吧，门就别开了，准备跳地窖或者冲大门吧，一刀好的哦，跳地窖有点难，这个血线的话跳地窖有点难，杂技这边躲着，来镜头给到啊，看能不能绕过去，不好说哟，杂技这边悄悄的把守墓人给摸起来，能不能行，关键还是他们两人黑，来摸我兄弟，来摸的话有点难，摸的话真有点，他可以摸一下取消那个推墙也可以，其实推墙也可以的，摸一下，摸能摸起来吗？治疗精度19%，盘不到。这边的话，他也不敢走，团长这边也不太敢走。这个打法真的不太建议大家用啊！这个打法就是我觉得在比赛当中，比如说亡命一波，一定要四抓，他可以用。
要不然穷者就是这个打法他不怕卖嘛，对吧？我压根不挂人你就没有办法卖嘛。挽留这边快要结束了，这根针那应该知道，两个人的位置应该知道了，这里的话有耳鸣找，但是如果守墓人这边把针把自己摸满也得看啊，这边开吸魂。插眼封住守门人这边的话，针已经是压好了。那这里要留丢伞，对，留丢伞变黑，三跑了，三跑了，三跑了。那边还要防一波地角，容错率太低了，这个打法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是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